成员 Lisa 早前在疯马秀演出引起一阵批评声，不过 Lisa 不受影响，近日 Lisa 回到泰国陪伴家人， Lisa 也为继父举办了庆生会，期间 Lisa 拿着蛋糕慢慢走向继父，笑得非常开心，跟继父逗趣的互动也相当可爱，另外三人的合照画面也非常温馨。然而照片一出就有部分酸民一直抓着疯马秀议题不放，说道跳个脱衣舞庆祝一下，没有韩国装扮打造，只是路人而已，这些偏激的言论就让众多粉丝都相当不满，纷纷为 Lisa 抱不平，也留言为 Lisa 加油打气，并称赞爸爸好可爱， Lisa 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，好有爱啊。